大家好，我是林墨，好久不见。走在马路上呢，我相信大家肯定会看到有很多的行道树，它们在给我们提供阴凉的同时呢，也降低了噪音，而且又净化了空气。其实呢，在城市里面，它们真的就是非常频繁，但是少了它们，我们的生活可能就会变成另外一个样子。今天呢，我要带领大家用耳朵去认识一种树。这个树呢，它在西北极其的普通。说到这儿的话，我相信你们应该都知道了吧？没错，今天我要朗读的文章就是茅盾先生的《白杨礼赞》的一个小片段，然后我现在给大家念一下。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树，笔直的干，笔直的枝，它的干呢，通常是丈把高。像是加以人工似的，一丈以内绝无旁枝。它的所有压枝呢，一律向上，而且紧紧靠拢，也像是加以人工似的，成为一束，绝无横斜溢出。它的宽大的叶子也是片片向上，几乎没有斜生的，更不用说倒垂了。它的皮儿光滑而有银色的晕圈，微微泛出淡青色。这是虽然在北方的风雪的压迫下，却保持着倔强挺立的一种树，哪怕只有晚来粗细吧，它却努力向上发展，高到丈许、两丈，参天耸立，不屈不挠，对抗着西北风。这就是白杨树，西北极其普通的一种树，然而绝不是平凡的树。这篇文章呢，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个课文。今天分享它的原因呢，其实就是因为最近训练非常辛苦，因为马上就要我们的夏日季了，希望阴阳怨说的我们都能像白杨树一样，不折不挠，迎难而上。好了，今天的品读会呢，就分享到这个地方了。我是林墨，下期见。